抽奖的贵宾，那么待会邀请所有现场的贵宾喊开工顺利。第二场动土平安。第三场一切人和吉祥。谢谢，有请我们两位贵宾将我们的金铲直接帮我们置入在我们的土堆当中。好，看这边了，再来帮我们比一个赞好不好？伟创集团赞，谢谢。地里面落脚，成为我们第二个跟我们加工出口区一起成长的伙伴。因为男子有个日月光，希望前阵有一个我们伟创集团在这边落脚，永远的在这边生根发展。那刚刚卓董在提到伟创集团放眼世界，做我们的车载的部分，还有工控物联网的这些设备啊，那目前呢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厂商。那在我们台湾的发展啊，会带动我们的零组件商的共同成长，供应链的成长，那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所以今天是我们伟创集团第一期的基地的动土典礼啊。那今天呢也相当的，部长也特别就指示我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啊，希望我们伟创集团的动土典礼能够圆满成功，动土大吉。那也记住我们与会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的部长。那么接下来要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市立委林代化林立委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我们的林立委。立委，我非常荣幸来见证分享我们伟创集团的落脚高雄，它更见证我们高雄进步以及台湾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啊，也因为您这个真知灼见以及林副寮长这边。听到刚才卓总经理跟梁处长整个对产业对伟创产业的布局当中，这个是着实让我非常的敬佩跟感动因为你们最后还是选择在高雄那第二个也今天有那么多的厂商来，所以呢也因为伟创的投资也让大家见证到高雄在整个投资环境的优越性、便利性，所以呢可以多多的投资高雄这也是第一个因为伟创的加入高雄的团队，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点。感谢伟创长期看好高雄，投资高雄那我记得第一办公室在2015年开始那2018第二办公室2020第三办公室那今天的这个研发中心的第一期的动土，未来刚才提到还有一些厂房更新，新的产线要建立的，总共投资了将近130亿那这边也要再次代表市场感谢这个伟创看好高雄，而且是加码投资高雄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伟创在这个资讯跟电子相关的产业是属于领先的产业的龙头当然设计跟代工的部分，刚才也提到相关的产业的扩线也扩到这个工控跟车用电子智慧医疗等等的部分。我想这个伴随着相关的刚刚所提到的供应商还有客户看好跟随着伟创脚步会加码来投资高雄那高雄也成立了一个投资高雄事务所那一条龙单一从中的服务那各位产业在投资上的部分可以多利用高雄的投资事务所，那协助各位来有关相关的行政协调的部分我们义不容辞祝导文，中华民国111年9月13日吉时岁次壬寅年8月18日为伟创集团高雄研发中心第一期工程动土典礼，伟创元件产品事业群暨金捷达总经理卓竹顺率员工代表，暨成真营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水树率工作同仁代表，保佑人员机械一切平安顺利，请三拜，一拜，再拜。